阿兵哥，外口那迄个歹人入来，咱是毋是要给他，要给泡死掉？但是艾滋病的人吼，拢无阿兵哥，伊的身体内底拢无阿兵哥。身穿白袍的台中市卫生局长黄美娜，在台前担纲艾滋疫情大使，向大家来解说目前全国艾滋病感染人数统计，已经有27000多人，而其中又有性行为者居多。当然，咱不鼓励讲吼，不正常的性关系。可是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。但是你要保护自己，所以很重要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就是希望说，大家都知道说，要保护自己，要保护自己是最重要，你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个快乐，要来得到这个艾滋病。当然有的牛奶一定要什么，吃牛奶。浪漫七夕将近，为了宣导正确的性观念，卫生局在大甲举办2014情定七夕套住真爱的暖身活动，由副市长蔡炳坤变装演出牛郎会织女的戏码，教导民众正确预防艾滋。现在15岁到30岁的年龄层，从2007年感染的患者有795位，一直到现在已经攀升到1301位，最年轻的感染者只有16岁而已，显示出艾滋感染的年龄层下降。这样的宣导是不是可以透过学校，从平时的教育还有家庭的教育来宣导，来告诉孩子们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动作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为了鼓励民众在七夕当天跟另一半开心度过，台中市的10家餐饮业者跟电影放映业者都会响应活动，主要是在活动当天说出保险套正确使用的5个步骤，就会送出口味保险套跟香皂花，一起来推广正确的性观念。记者彭胜炫台中采访报道。